好了，开始拍了。今天断食第三十一天还是三十二天吧，忘记了啦，我等下标题再打就好了。然后晚上，我们那个金老爹啦，上天宫啦，把他灭了。好，咱那叫广泽尊王嘛哈。我们后龙这个叫广泽尊王的，然后这是皇宫的菜啦，跟川崎石一样的，有连的，然后富含那个铁，然后很营养，叫皇宫菜，有点连的，这个老婆炒的啦 ，OK 肉，一个蛋，没有辣椒嘞，老婆，我转过来，我这是黑芝麻啦，我希望我头发黑一点，然后辣椒啦，关这一撮荞麦面，我怎么吃得饱呢？等一下，你那个黑豆浆呢？不是黑豆浆，豆浆呢？然后刚刚量体重啦，79.2，应该差不多78点多啦，没有胖很多啦，就是我比较晚吃啦，晚吃明天量应该会不重点，可是今天淀粉比较少，然后茶叶蛋，对。我觉得晚上真的是不能吃太多淀粉，昨天吃那个淀粉，今天早上量了，哦哟，爆重。然后吃食物下去，那水分多一点，有时候都80点点的。我刚刚量是还好啦，79.2吧。对啊，就今天晚上不要吃太，不吃那个啦，吃淀粉不要吃太多。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准备食物，真的是淀粉最好。最好用为什么？因为泡个面都是淀粉嘛，煮个面吃个面都是淀粉，对啊。然后要炒这个菜要花很多时间，对啊。所以晚上因为刚才我们经理老爷啊，去上庭宫，然后还要跟陪那些村庄啊几个人那边聊天，然后等那个小金爪已经起掉，已经差不多9点多了吧？对啊，因为去年有把那个因为东北风太强，我们这边东北风很强，金门东北风很强。那放烟火，那个前面草都烧起来了，然后烧了差不多一公顷，然后就叫消防车来那个扑灭。然后明天要定鹅烘，我们定鹅烘就是等于说出巡啊，然后在自己的村庄范围，然后钉上那个怎么讲，就是插那种旗啊，然后金柱啊，然后定鹅烘就是这样子，出巡就这样子。等于说我们金门有保护我们村里的范围，这个地方嘿啊，所以说金门还是蛮传统的。我刚刚有拍完上传啊，哎呀，我们金门刚好又重新整修了。我小时候有整修过一次，那时候民国70几年，那时候读小学没有几年级而已啊，现在又重新再整修一次了，新当当，哎呀。然后金老爹就是风很大，就是有时候小金抓都要注意啊，不然前面杂草烧起来就是很麻烦了。然后明天我马起来到老烈啦，就是定火烘这样子啦。有办法就拍啦，没办法就这样子了。因为想说也是有机会拍给大家看啦，哎呀，因为订阅还是有啦，不是每天都吃吃喝喝啦。哎呀，然后晚上的话，我这样试上看啦，因为下礼拜要去台北了，台北我就尽量吃给大家看 ，OK。拍给大家看，因为毕竟去了5天4夜，不吃一点美食，胖一些回来，什么叫台北行呢 ？OK， 好了，最后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哇，又聊到4分钟了，拜拜，再见。